传说武将合体 mix， 降入甘宁封印阵。好，大家好，我是红茶，今天呢来分享一个蛮酷的阵容哦，它是用两只传说武将搭配的哦，那搭配的神灵的话是佛光普照搭配时尚三神。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用入场的周瑜来触发到甘宁哦。那也因为入场的话有这个曹操，那对面的时候会有许多东西都被封印哦，像黄月英如果一被封印的话，那他其实他就丧失了一次入场的入场触发那个许褚啊等那些的机会哦。那其实这样子的时候，也是一整个连段的 combo。那甘宁只要技能暴击呢，就可以触发到这个关羽，而应该是说半级就可以触发到关羽哦。我就这样来分享给大家，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啦，就很像降怒甘宁的凶神恶煞阵吧，不过他又搭配一只小乔，能做更多的连段技能。